安南国小为着欢庆后礼拜圣诞节，今仔日特别举办一场学生的才艺表演活动。校方表示，这个活动对沿海偏乡的学生来讲是非常的难得，伊提供了一个表演的机会，给学生来展现。每年的十二月，我们学校将它定为一个感恩月，那是希望说孩子能够在一个这个十二月的时候呢，然后怀有一颗感恩的心，在对于我们学校所有照顾他的师长以及家人呢，谢谢感谢他们一年来的那个照顾与祝福。这次的活动动态表演呢，除了结合我们的有奖征答之外，也希望提供这个展演的空间，给我们这里沿海偏乡的孩子有一个不同的演出的机会。那也鼓励孩子们在学习课业之外，有一个不同的学习新视野。这个活动由其他的社会团体共同来参加。学校表示，这一年一度的节日有大家参加，也增加不少欢乐的气氛。今天就是有东势乡的那个我们基督长老教会，也透过这个小小的一个节庆活动，带给我们一些祝福的礼物，还有祝福的话语。那更感谢呢，今天在活动中我们呢东势乡救国团团委会的一些我们许淑慧会长，然后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不同的带动唱，也增添了我们不少热闹的气氛。小朋友精彩的舞蹈表演，让现场的家长看了都不敢相信，因只是一个国小的学生。很棒啊！以小学生的这种程度可以跳这么好的舞蹈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欸、我比较喜欢刚刚那个肚皮舞，很赞哦，就非常棒，都很厉害啊！这么小年纪很厉害。安南国小举办这场圣诞节的活动，也提供给小朋友一个表演的机会，连同家长也共同参加精彩的表演，也让大家看到安南的学生真正是不简单。记者胡永平采访报道。